我现在深圳大梅沙，今天看住在价值5亿山顶城堡里的人，他们都开什么车？今天有位女粉丝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啊，说她和人是邻居，有那么点意思啊，走着。Hello， 你好，小雨。你好，那个是您邀请我来的吧？是我房子的主人邀请您的，我是这边的管家。杨女士还没有回来，吩咐我带您去里面参观一下。炸！好烦死！哇塞，这有点与众不同了，这房子。我有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在这儿买房子呀？这个离市区有点远，开了得40多分钟呢。这里买房子的人都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，更老的房子就在隔壁。这个大概多少平啊？2000多平吧。咱们得大吉补地了。那这价格大概多少？价格的话也是比较亲民了，5亿左右。5亿叫亲民？我这粉丝什么角色呀？咱这房子挑这小毛病，这要有点急事儿，这下山路多远呀？我们这边有直升机啊。直升机？不是直升机呢？杨女士出门了。我还以为这说车的小雨有生以来第一次说直升机呢。不过没关系，小编给我 P 一个，给你涨工资。安排。像您这种女管家是不是挣很多了吧？一般情况下40到50万，有更高端的话在100万也很正常的。还确认吗？如果小雨先生也需要过来的话，可以替您问一下。小平，练个试去吧。这停机坪啊，不止可以当停机坪，还可以当足球场。你就说这样。哎呦我的妈！岁数大，献丑了各位。这些绿植差不多养护费大概多少钱啊？一个月的话在20多万。别惨了，我居然在一个杂物间里发现了100万斤的摩根，我接下来给它启动一下看看啊。摩根啊，就放在杂物间。对面就是大梅沙，这是一个半山海景城堡。刚说不说啊，最近这胃口不是特别好，留在这儿。这是宴会厅吗？这么大。这是铠甲吗？我也不是特别确认这是金代还是辽代的铠甲。真的？对，真的。Respect。这沙发有年头了啊，这个。这沙发1个50万。你说。我跟你说，我见着钢琴我就走不动道，我给你来一首。前方高冷。怎么样觉得？我觉得不太行。我们杨女士也是比较喜欢音乐的。那她什么回来交流交流啊？我先带您去卧室休息一下。哎，你说这客卧风格就这么好，感觉这辈子没戏了。我觉得有戏，你可以留在这。听你说完这个，又睡着了。你好，小雨先生，杨女士让我带你去吃饭。终于见着了这个。这是杨女士为您准备的车。这是那沃尔沃XC40，这没有进格栅，应该是纯电的。这车29万就能买，比那个优惠后的宝马H3值太多了。哎，我纳闷，深圳那边电车特别多，为啥呀？深圳这边的话，不用摇号。直接上牌，汽车的月逼牌要6万了，新能源的话政府还给补贴，最高2万呢。啊，我说呢，在北上广深这个城市，这个电动车它是不限号不限行的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这穿高跟鞋我开吧，你坐着吧，记住了啊，这高跟鞋千万别开车。而且这车呢搭载的领航辅助系统，我们女孩开的也轻松，然后省心。我们出发。不对。屋里那灯没关呢，天猫精灵把客厅灯给关了，这也行啊。小沃导航到华总部，华总部找到6个结果啊，傻小。